欢迎大家出席 GIC Group 10 Anniversary Gala Dinner。 GIC 已经十岁了，展望2023年，大家任重而道远，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等待着大家。贵公司也有400名的中介代理人，阵容强大，对房地产市场走向具有影响力。再祝贵公司大展宏图。这十年我们一直在做，不停地做，从十年前的十多位 GIC Buddies 做到今天400位的 GIC Buddies。 十年前一年才几千万的销售额，到去年2022年 GIC 槟城总行的 New Project Sales 总销售额已经达到了马币11.4亿，成绩全槟之冠。我很赞同一句话，追求名牌不如打造自己成为名牌。我相信今天的 GIC 已经成为了槟城产业界的名牌。